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老爹现在战力674，没问题，是我们伺服器排名第五名哦。老爹怎么可能只甘于第五名呢？老爹战力674，第一名的小呆745。好来，那么现在老爹又要开始大爆除了。这个老爹的这个工会哦，有人跟老爹分享，我们的官网可以有一次除职的机会。那么连结老爹会分享在这个我的资讯栏哦，一样点进来之后点这个官网除职，然后我们选我们的伺服器，老爹是二服的，然后选择支付渠道，选推荐 My Car， 这三个都可以直接用 My Car 处理啊。第四个这个要注意哦，这个叫 Seven 限定礼包哦，你一定要去 Seven 买哦。像老爹我买的是这个 PC Home 的，所以我只能买这个这个跟这个啊，这个你一定要到 Seven 买哦。你在 PC Home 买只能领到4700勾玉哦，我不管你哦，听清楚哦，这个要去 Seven 买。好嘞，买这个1000的，我买。老爹的点数已经在 PC Home 买好了， PC Home 记得给我工商会啊， PC Home 啊，知道吗？没问题。买好之后呢，去重登你的游戏，返回老爹游戏画面，直接重登，没问题，这样应该就进来了。好，没错，进来了。那么我们第二阶段见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现在老爹带你们看一下这个限定兑换哦。老爹打算要换这个剑八的专武，我打算要换剑八的专武，还有这个巨眼战魂，我是打算换这两个。那么可以，老爹目前都是有买这个储值中心的这个日礼包，礼包日礼包，每天买这个日礼包、就可以得到这个金兑换币，金兑换币就可以换刚刚那个东西啦，没问题，老爹都买好了啊。当然你比较急的话就可以买这个兑换币礼包，不过老爹目前的做法是我买这个日礼包，日礼包每天储值还可以拿到这个什么这个活动中心，可以拿到我们东四郎的这个专武、每天储值一点点可以拿到这个东四郎的专武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战力飙升礼包老爹也买好了，我有拿到这个洞察战魂，相当的狂妄，上一部影片老爹就有介绍了，穿上去之后所有角色的生命都增加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么这一次老爹要来买年度庆典礼包，我买，没问题。年度庆典礼包还没有扫光哦，每部影片除个一些些啊，慢慢增强，总有一天老爹可以变最强的。好，再来。哦，再买，没问题，这个时间点应该没有银行会打给我吧。好，支付成功，拜托让我过啊。 Oh my my my， 你们真的喜欢看这个吗？这个厨子好浪费时间耶，但是大家都留言说喜欢耶，我也是醉啦。好了，不然这个先把这个1690的扫完啊，剩下的下次再弄，或者老爹自己再慢慢弄哦，不然都在除这个搞毛啊，没问题。赶快过，赶快过，赶快过，好，过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抽我们的这个庆典盲盒。这个1200抽老爹早就抽完了，没问题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拼碎片啊，持续抽，我再抽，我抽，
你们不要看啊，这按一下都是钱啊。我们再来，没问题，多给我一点碎片吧。这个精华，精华也不错啦，我也很需要精华哦。精华液的精华太好了，这个碎片礼包超缺的、哦。精华液的精华，你懂吗？哎，好多便当哎，这个便当不错、哦。好，我们再来。又有七个碎片，哎，超多这个礼盒哎，我等下速度可以加超高的吧？好，再来，苹果糖也很重要。还有几次可以抽啊？怎么觉得抽不完呢、啊？啊？我不要按错了，等下按到用钻石买，我会哭哭哎、欸。用钻石买真的会哭哭，你懂吗？好，还有六十次，没问题。还有四十次，哎，这便当超多的，哎，其实便当超重要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可以追战力，哎，可以等级拉高，哎，我超喜欢，我超喜欢这个便当的，你知道吗？比我中午吃的便当还重要。好，不行了，不能再按了。好，庆典商店，这个我实在是很犹豫要换什么。99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看碎片。哦，十个便当盒，哎，特级礼品盒，124个高级礼品盒。哇，我的速度应该变最快哦！155个碎片，角色，来ると思ってたぜ。升阶，哎，不对，升星，155个还不够哎，155个还不够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。那你增强我们的。商店老板，我这边有一个 UR 专武选择包，给我们的红鸡，没问题。然后老爹现在开始有在练这个商店老板基础，升星，我升星，我再升星，我升不完的星，没问题。升星之后才可以觉醒哦，差很多哦。我们看一下哦，专武差很多，多 15% 暴击率，看起来很强吧，很强，没问题。觉醒我们的红鸡，再觉醒，这个我没有斩树秘籍哦，我觉醒不完，其他的就拿来升星吧，二星，先全部升二星好了，不然我的精华不够、哦。武器升三星，那么战魂，然后现在看一下我的战魂，二星，二星。这个就是那个剑魄战魂，目前三星，这一剑蛮厉害的。不要这个，不要三星、啊、提升我方全体生命，诶，好，不一样，那我来提升这个好了，直升二星，好，然后来我们的队伍档案，我刚刚一堆一堆这个
一堆这个限时商品呢，应该速度可以拉最高吧？能不能升到蓝色的？没问题，相见恨晚。再来，这样老弟的速度会变多快啊？然后我们要升同一排的、哦、好，升这一排夜衣，夜衣超坦的，还有这个碎风。哇，我这次提升超有感的，先手值4108嘞，还有什么可以提升啊？好，不然提升这一排好了。哇，我们办法再拉更高哎、欸，好像没办法了。好，疯狂提升。哇，不够哎、欸，应该是不够吧？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全部提升到蓝色的。像我的先手值会不会是全服最快啊？好，最后一个，这边升完就差不多了。先手值已经来到了，好，不管了，不管多少了，现在战力677000，挑战我们的竞技场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平常哦，我都是放这个烂队伍、哦，我都随便乱放哦，随便乱放哦。好了，再补一个这个啦，我不想让他们拆穿我的队伍哦。来，现在我们来打回来，挑战我的肥炎。老弟的阵容就这样子放了。究竟老爹能不能击败我们的匪炎哥呢？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！商店老板卖了两个商店，好，展月展了两个月，160000呢、欸。再来，老爹是先手，我4157哦，应该超快的。谁能比我快？我就问你，谁能比我快？波動の90，轻轻松松。有没有看到加18分？再来挑战，好了，挑战我们的孤星队第几名啊？孤星队第五名。好了，挑战我们的孤星队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。应该老爹是直接赢的啦。我现在变超强的、哦，我要偷偷慢慢越来越强，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打不赢我了，你懂吗？等到他们发现我变很强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打不赢我了。你看我的速度4157耶！好，对面的蓝蓝，又玩蓝蓝，610000，没问题。先来到5打5的局面，应该是赢了，应该是赢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有没有看到啊，孤星泪啊？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还会持续强化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。哇，这个小呆速度还比我快一点点呢、欸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老爹打第一名的小呆差多少啊？目前我应该还不是他的对手，他可能第一回合就开大招了。小呆目前是老爹最强的敌人，没问题。撑住啊！不要让他的蓝蓝开大招，我们就赢了。我的剑霸也是对嘞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啊？
他的男人开大招啦！我靠，你个头低头！好啦，老爹还会持续强化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